进的李总部，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次我从香港过来参加印尼举办的威赛节，昨天听说爪哇的火山爆发，我这个行程临时取消了，让这个钟茂生居士跟悟行法师代表我去参加了，所以有机会应李总务的邀请，跟大家在此地做一次聚会。我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我们看到非常欢喜。这个几年世界越来越不安定，灾难确实到处都有，而且都非常严重。有一些灵媒不断地透一些讯息告诉你，只有我们认真努力地修行，不但可以救自己，也可以能够把灾难减轻，把灾难的时间缩短。那这些讯息可以相信的，在我们学佛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因为灾难是众生共业所感，太平盛世也是一切众生善心善业所感。所以我们在讲经常常提到，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两样，完全相同。为什么苦乐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极乐世界的人心善，言行善，没有一样不善，所以他感得的那个世界就美好，没有一点欠缺。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人心不善，言行不善，所以就变成了这么多灾难。这个道理跟日本江本任波斯的水试验是一个道理。你看一杯水，水没有善恶，平等的。以善心对待它，那个水的洁净啊，在显微镜下看到就非常美好。以恶念对待它，他做的试验最明显的，用爱心，我爱你，喜欢你，对着这个水，那个水的洁净就非常之美。
啊，反过来，我讨厌你，我恨你，对那个谁呀、啊，同样是一杯水呀、啊，那个谁的结界就非常难看。所以，那个非常难看的呢，就像我们娑婆世界；那非常美的呢，那就是极乐世界。同样是一杯水呀、啊，啊，它不好看了，我们换个念头，啊，把这个恶的念头断掉，以善念对待它，它又变很好看了。这就是相啊，在佛家讲法相，十法界一真不同啊，法性是一样啊，啊，水好比是法性的，它现的那些相啊，那是法相啊，法相千变万化，它为什么会变化呢？大乘教里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善，我们的言善，我们的行为善，没有一样不善。啊，我们的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就没有一样是善的，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从一瓶水，我们看出啊这个事实真相，然后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身体就跟一瓶水一样。你看那个命相家常讲，相随心转啊。哎，你的心慈悲，那个相貌就很慈悲。一看到，哎呀，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很慈悲。啊，这个人很亲近，啊，这个人很善良。啊，你念头不善，言行不善，哎，这个人很恶，凶恶，这个人看到很害怕。就相随心转，一个道理嘛。啊，不但相随心转呢，体质随心转。啊，你念头善，行为善，你身体健康，百病不生呐。啊，念头不善，行为不善，就一身的毛病啊。啊，那么这个事情，这桩事情，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啊，哪一个人不关心自己身体健康？啊，如何能叫自己身体恢复健康呢？最近这几个月，北京呢有一个同学，我跟他不认识，啊，他送我一套光碟，叫《山西小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他只介绍说，山西大同那边有40位得癌症的人，医生宣布啊，生命只有3个月，交代他家里回去办后事，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所以他们自己也绝望，啊，谢谢。遇到些念佛同修劝导他，万缘放下，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些人呢，也是得到许多同学善心的同学们帮他助念，念了2个月3个月，状况是越来越好，啊，头一2个星期没有痛苦了。2-3个月之后再到医院检查了，癌症没有了，啊，恢复健康了，2-3年当中没有复发过，啊，所以把这些报道的时候，40个人来做证明。那么我看了之后，一口气把这个6片光碟全部看完了，啊，一天之内全部看完了。看完之后，这个问题啊，要解决，要解释，不解释，大家认为这是迷信，啊，传说在外面不好听，这个搞迷信的，什么佛菩萨保佑什么，是吧？所以我就把用1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为什么？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太重要了，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宇宙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来？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心就是大乘教上讲的法性。啊，法性能现的。啊，摄性能变，摄性是什么呢？就是八识无十一心所。啊，那么在华严经上讲的更容易了解。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看经上讲的多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佛，你本来成佛，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证得啊。所以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这次参加这个中国杭州的会议，就有人问我啊，不是直接问我，是问我旁边的人，问了之后他们答不出来啊。有人问他什么问题呢？你们学佛的人真有佛吗？真有菩萨吗？在哪里？你见过吗？啊，答不出来，然后把这个话传给我。哎，我说你跟我学佛听经听这么多年，连这么几句话都答不出来，你别听了，别学了。很简单的告诉他，佛在哪里啊？佛就在现前，我看到了。啊，在哪里？你就是啊。那菩萨在哪里？你就是菩萨了。一点都没错，你看佛在经上讲，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放下。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就是佛嘛。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嘛，这难道这是假的吗？一点都不假了。啊，妄想放不下，你能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菩萨吗？啊，妄想分别放不下，你能放下执着，那就是阿罗汉嘛。啊，三个都放不下，你是六道凡夫啊。哎，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通通放下，不再执着了，阿罗汉。啊，再进一步呢，你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了，你就是菩萨了。再往上一层的时候，妄想放下。什么叫妄想？不起心，不动念，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就是照见呐，啊，这就成佛了。佛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就是佛，啊，佛在经上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告诉我们，人家来问的时候居然答不出来，你说可怜不可怜？啊，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成佛。啊，你放不下，那永远搞六道轮回。啊，搞六道轮回可很可怜呐。啊，六道是个泥坑，越陷越深，越陷越苦啊！为什么不放下？那我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写了两句话，勉励我们的同学。啊，第一句是：处逆境。啊，这个环境不好啊，处逆境，虽恶缘，啊，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不好，啊，无嗔恚，啊，一点嗔恚心不起，
验障尽消啊，这好事情啊，什么是好事情呢、啊？哎，你不生嗔恚心，啊，没有报复的念头，啊，甘心情愿接受，业障消了。啊，第二句呢？除顺境，环境通通好，啊，随善缘，人事环境也好，物质环境也好，这个时候要小心。无贪痴，因为在顺境里面最容易起贪心啊，贪爱啊，这个念头起就糟糕了啊。无贪痴，福慧全现，你才真正叫有福有慧呀、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说了两句话。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续了两句话：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楞严经上讲得好吗？若能转无啊，则同如来。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你会转，没有一样不好；你要不会转呢，麻烦可大了啊！那是什么呢？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是你自己害你自己啊！所以你要懂得转啊！佛法学了之后，要能用在生活上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你一生的生活啊，无比的幸福、快乐、美满啊！所以从前。这个是55年前呢，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能得到，你们为什么得不到？啊，得不到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就是呢没有真正理解，啊，没真懂；第二个呢。懂得之后啊，没落实啊，没有真正懂啊，这是愚痴；没有能够落实的，那是你没有福报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教每一个人超凡入圣的啊，无上的妙法了啊，在我们面前怎么能够把它舍弃掉？啊，所以你真正得到它的时候，你在这个宇宙之间，就是在十法界里面，真的是无处无时而不得利益。啊，所以要进去啊，认真学啊，怎么个学法？我们在新加坡讲了多少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成败关键在此地啊，可不能学杂了，不能学多了啊，一定要晓得佛法里常讲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我要想通一切经，你只要学一部经，你要学一切经呢，那你决定通不了啊，永远没法子通啊。你比如说我们用手指来做比喻，这一二三四5部经吧，或者是50部经吧，500部经吧，啊！可是你要学怎么样呢？你只能学一部，你可不能都学，都学永远在这里打转，永远不能通达。啊！你只学一部，一部到这个地方还不通，但是到这个地方就通了，不就全都通了吗？就这么道理。所以一部经通了，一切都通。一个法门得到了，一切法门都得到了，这是秘诀啊，佛祖几千年来相传，传给我们，我们要能相信。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是学300年，你一部经都不通啊，这是方法错误了。佛没有过失，佛菩萨讲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不相信佛菩萨，你要相信自己，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再给诸位说，不但呢，在佛法里面是一切经能通达了，全世界所有宗教经典都通了。为什么呢？它不离法性吧，它是一个自信吧。啊，佛给我们讲的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其他宗教都是唯识所变。啊，所以它自信是一个。啊，在宗教里面讲，唯一的真神，我们佛教不称它做真神，佛教称作法性，法性就是他们讲的唯一的真神。所以到那个地方呢，没有一样不同。啊，那么我跟世界上许多宗教往来，我跟他们讨论他们的经典，啊，我也讲他们的经典，他们也很服气。啊，我有没有修过？我看看就行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一通一切通，不但通宗教的，世间法也一切通。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得大自在啊！就是要有耐心，有恒心。也没事啊，决定不能搞多，不能搞杂了。在你没有通达之前啊，这个通达在我们佛门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没有到这个程度之前呢，是决定不许可学两样东西啊。学你一个能通，你同时学两个你就没办法通，修三个就更糟糕啊。所以一定啊，还是要学古人啊，古人几千年传下的这个教诲啊，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啊。我们从前有，我这些话讲了太多次了，我学哲学一个老师，我学佛法也是一个老师啊。最早的时候张家大师知道啊，我跟他三年他圆寂了啊，我再找第二个老师李老师跟他十年啊。而老师教导我只可以学一门，决定不能学两门，学两门他不教啊。而且老师教的我是只听，只能听他的啊，不能听别人讲东西啊。我最初去台中去见他的时候，表达我的这个意愿，希望能跟他学习，他就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跟我学只能听我的，任何法师居士大德东西不准听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呢，你过去所学的，那我过去这两个老师，跟方老师学的哲学，跟张家大师学的佛法，我不承认，到我这来从头学起啊。不能说是他讲的东西我会提出来，哎，从前张家大师怎么讲的跟你不一样，这些啰嗦话没有，不承认的，那取消啊啊，我们说话余地都没有啊。第三个条件，你所看的文字，无论是经典无论是世间所有文字，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看。三个条件啊，当时我听了，这个老师怎么这么样跋扈啊？啊，怎么这么这专制啊？好像不讲理，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了。到以后慢慢才真正了解，这叫师承啊，老师对你负责任啊，
学生不成就，老师有责任。你要是不听，不能接受呢，那就是一般听众，老师不负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就师生关系就建立了。啊，我到最后想了五分钟，还是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大概三个月，就感觉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很多东西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够接触，心定下来。啊，这是《金刚经》上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哎，心只要一定，智慧就有了。哎，从前听不明白的，现在听起来很容易明了。啊，从前理解的不够透彻，现在好像比从前理解的多一点，理解的深一点。然后随着这个时间增加，半年一年，信心足了，老师这个方法好啊，不晓得他从哪里想来的，怎么会想出这种方法。我到什么时候才搞明白？到新加坡来的时候啊，第一次到新加坡好像是在80年代的时候啊，演培法师在这边讲经，我们是老朋友啊，他听说我来了，他到机场去接我啊，然后请我吃饭啊，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要聊起来啊，他就讲他从前在这个关中寺跟地邪老和尚，他是很小十几岁出家的，当小沙弥，地邪法师很喜欢他，也是给他这三个条件。我这才恍然大悟啊，这个东西不是李老师的专利啊，原来是祖祖相传啊，在从前古老的时候，无论是儒释道三家教收学生，都是这三个条件啊，所以我们才明了这叫师承啊。那个时候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啊这种方法的来源，没告诉啊，但是我们也接受了啊，真正得到利益了啊。所以我在台中十年，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李老师在那边建林社啊，建慈光图书馆，在那个地方38年啊，38年如一日啊。我在台中那个时候的联友啊，名册登记20多万人，我离开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50万人，我在那里10年啊，这10年当中看到老师的言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啊，他就是专啊，专精一门深入。那么经过台中有许多高僧大德啊，李老师非常谦恭啊，这是我们从他那里学来的啊，没有丝毫傲慢啊，接待这些法师大德，供养，请吃饭啊，送礼，但是从来不请他们讲开示，当然更不可能请他们讲经。我就很奇怪呀，有一天我就问他老人家，哎，为什么那个法师听说经讲得不错，为什么不请他来讲啊？啊，他看我一眼，啊，看了很久，啊，告诉我，你不懂事啊。他说我要请他来讲一堂开示，我至少要花30-40个小时才能把听众头脑恢复正常。我说不染污了，他修的法门跟我不一样啊，纵然是一样的思想路子不一样，所以你跟一个老师你是走一条路啊，两个老师就是两条路啊，三个老师
是三岔路口啊，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啊，准把你教糊涂了。以后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所以他对人那么样的谦虚啊，他不敢的时候是一次请一次的时候，有的时候搞好几个月才能把人恢复正常，苦不堪言。所以他说这个你不知道，他说护持道场那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护持道场，护持道场大众的清净心呐、真诚心、道心呐、古人讲啊，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呐。那么他办大专讲座，大专讲座开六门课，那当然请六个老师，六个老师全是他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一个。那都是老师的学生讲这东西的，一鼻孔出气嘛，这个没有问题，绝对他不会在外面找啊，在不在外面找的时候就把你搞乱了，所以我们六门功课的时候，通通直归净土，都是老师传的，都是老师教的，这个讲座就很有理解了，其他外面的佛学讲座就不可能有这个样子，这个开几门课，请几个法师、居士大德过讲过的，甚至于还有冲突，你说那个学生听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善知识是越来越少，我们想学到哪里学呢？真学一样有成就。学艺不精，没有老师找古人呐、古人不会拒绝找古著去你说我们在台中李老师非常谦虚虽然给我那么样的严格的限制，还有时间性，五年以后我们才明了这个佛门在从前呢，无论是在家出家了，学佛入佛门了，五年持戒五年学戒，就是五年一定要遵守老师的约法，约法三章，五年呢你的心定下来了，定能开智慧五年时候你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你可以参修了，门可以开放了，什么人都可以信，什么都可以看，这叫参学嘛。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不可以没有能力不可以。那么当然，老师在台中教那么多年，难道不能请外面法师吗？他们说，能辨别的有啊。初来学的不能辨别的还是很多啊，你要顾虑到那些人啊，想想还是有道理啊。他的年岁比我大，他大我39岁，他年岁比我大，他经验比我丰富啊，还是他有道理越想这他的话越对所以你看他要我以印光法师为老师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这谦虚他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你要跟印祖学，那印祖不在，文超在天天读文超，天天学文超这样子学，真正是印祖的学生所以我懂得这个道理，我在世界各地介绍无量寿经我说你们以无量寿佛、以阿弥陀佛做老师，这还能错得了吗？学无量寿经，学弥陀经那经教有困难呢，黄念祖居士有无量寿经注解隋朝小慧圆大师也有无量寿经的书那弥陀经呢可以学莲池大师的疏钞，
可以学偶益大师的要解。啊，如果要解深的，那么近代有云严法师的要解讲记，宝镜法师的这个要解的清文记，著得非常之好。啊，能够一生呢一直这几位大师，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所以不怕没有老师，老师太多了。现前找不到老师，古人太多了，找个一个两个，一生一靠他就成功。古时候有这个例子，啊，偶益大师，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老人家学修净土啊，就是一莲池。莲池是第八代的祖师，啊，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往生，啊，他以什么？莲池大师的著作在呀，啊，专门学莲池大师，所以他也成为祖师，啊，他成为第九代的祖师，非常有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四书古人。这是决定没有错误的，啊，四说是古人的四书弟子，在中国第一个是孟子，啊，我们知道孟子在中国学术地位上非常高，孔子称为至圣，孟子是亚圣，啊，你看看孔夫子，啊，真正能传夫子之道的是孟子，不是孔子当年在世的那些学生呢，啊，他这个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没有一个传他的法的，哎，传他法是孟子，啊，孟子跟孔子大概是孙子辈的，啊，是孙子辈，啊，孟子学会了，啊，孟子怎么学的呢？孔子的著作在，他读孔子的书，学孔子，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啊，那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孔子的学生，啊，在当时孔子学生很多，啊，所以他是这么学成，啊，你看到最后集成儒家的是孔子，了不起呀，啊，那怎么成就的呢？没有别的，就这两句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就会成功啊！啊，决定不能杂，决定不能乱。啊，我们学佛学什么？我这几十年当中，啊，这个把我自己修学的这个心得跟诸位报告，做了一副对联二十个字。啊，我们所学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起心动念你一定要想想相不相应，啊，处事工作待人接物不要忘记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个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好像台湾也传来有一篇光碟，有一个医生姓李，叫李什么名字？啊，李峰，啊，李峰是个女的医生，啊，她自己三十多岁得了癌症，啊，她是西医，本身是医生，啊，在癌症在化疗的时候。化疗的第三天非常痛苦，他就想了，我到底是被化疗副作用致死了，还是我被癌症致死，他就认真地反省，啊，反省到最后他就放弃了不治了，
啊，也不吃药，也不要去治疗，不治。啊，回过头来反省，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结果每天睡觉打坐，心地清净，居然把这个癌细胞还在，现在还在，控制，不扩散。医生说他只有三个月寿命，他现在多活了三十多年，他现在六十多岁了，啊，癌细胞还在，跟山西小院比还差一段，还差一截，啊，但是他有能力把它控制住，啊，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人可不能生气呀。他说别人做错事情，自己发脾气的，别人做错事情，何必惩罚自己呢？这个话很有味道。啊，我从前也常常跟大家讲，啊，看到别人的过错，你把它放在心上，你本来这个心是良心的，你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这不是聪明人。把别人的垃圾、别人的肮脏、别人坏东西，统统放在自己心里。自己的良心是别人的垃圾桶，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啊，我说这个话跟李峰这个医生这个话意思是相同的，啊，千万不要惩罚自己，啊，把别人的垃圾装在自己良心里是惩罚自己，啊，这是决定错误啊。所以他讲他的病为什么能控制这么好，他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以正面对待一切人事，啊，就是专门看人的好处，不要看人的缺点，就正面，啊，决定不能用负面的去看人，啊，去看事，这最重要的一个，啊，第二个呢，素食，啊，决定不吃中餐肉。所以他吃素吃了三十多年。第三个是运动，啊，他说这是他的三个秘诀，能够把这个癌跟他两个抵抗，啊，抗拒住了，到一直到现在不发作，啊，他每一天的时候要做四个小时的运动，啊，所以这个运动量很足，他用这个方法，所以我现在是想方法了去找他，把山西小院这些光碟送给他看看，希望他能从意念当中啊，把病毒的细胞啊，能够把它转恢复正常，啊，那他癌细胞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山西小院做的这个实验呢，做得非常成功，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细胞本来都是正常的，本来都是很健康的。就是因为你有贪嗔痴，啊，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把这个细胞让它病变，啊，让它病变，啊，变成不健康的，啊，严重就变成癌细胞，啊，那么你就像是对水一样，你在以纯净纯善的心，啊，升起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事，一切物。纯净纯善，啊，佛告诉我们，叫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好事，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啊，你用这种心态的时候，你那个细胞了，病变的细胞它会恢复正常，恢复正常，这个癌细胞就没有了，啊，你再去检查就没有了，这个是有道理。啊，是有科学根据的，啊，这个不是迷信，啊，决定能做得到，啊，所以这是讲我们眼前身心健康，这很幸福啊。啊，那我们在这个世间，除了念佛求往生，这是我们一生第一桩大事。啊，那第二桩事情呢？今天苦难众生太多了，有缘，我们全心全力帮助。没有缘不攀缘，啊，没有缘决定不要去找，啊，找错了，不找死，啊，
所以我当年如果说是不离开新加坡，我好啊，我念佛这个会很精进的，啊，为什么呢？没有这个缘，啊，那离开新加坡，我想这都是佛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佛要我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到澳洲去之后，澳洲学校来找我，澳洲政府找我，啊，要我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去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所以我在澳洲就走向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走向了联合国，啊，走向世界，啊，那么参加很多次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这个国际会议，啊，我才了解现在这个世界社会这些状况，啊，是很不容易啊，来化解，啊，方法是有，但是很艰难，啊，那么有这个缘呢，当然我们要去做，没有缘呢，我绝对不会去攀缘。啊，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在西方确确实实是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他们主张用武力镇压，用报复，啊，这个不能解决问题。九幺幺之后啊，很多人在反省，啊，这个只有把事情越搞越糟，仇恨呢越积越深，啊，所以这不能化解。那么联合国是用和平会议，和平会议开了30多年，啊，我去参加的时候才知道，啊，联合国提倡这个和平会议是70年代开始，啊，1970到现在是35、6年了，啊，这个世界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啊，而且这个灾害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开会不能解决，啊，我才想到。我们中国5000年来，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能和睦相处？教育，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提出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中国人最懂得教育，对教育，啊，最有经验，啊，有方法，有效果，啊，所以我就想到是。还是要用中国传统教育的办法，啊，才会收到效果，啊，但是中国传统教育在这个时代，中断了至少有80年，啊，80年呢不算是很长，但是也不短，所以现在恢复还行，还来得及，再过10年之后啊，神仙都恢复不了，那就没有法子，啊，所以我们现在拼命在做，啊，希望能恢复，这个对整个世界有利益。那么怎么要从自己内心做起？啊，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和，啊，别人回报我，我赞叹他，我决定不回报；别人陷害我，我帮助他。反其道而行之，啊，那我们是不是吃亏呢？一点亏不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在这个世间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上当，啊，但是你从长远来看，性德提升，啊，我们在这个设法界里头步步高升呐，啊，我们向上走啊。现在不肯吃亏、不肯上当的人，他走下坡啊。他的前途啊是三途啊，是恶鬼地狱出生的，他走下坡，我们走上坡，不一样，所以你越做越快乐，啊，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非常安慰，非常快乐，啊，我们不需要人知道，人家的时候障碍越多啊，回报越多啊，找麻烦的越多，这是什么？这是自然现象。众生造的恶业太重啊！啊，因为我们自己不相干的，我们自己说，你没有得失的念头在里头，我并不想在这得到一点什么好处，所以对我的时候一丝毫损失没有，也一丝毫增加没有，
啊，不增不减，那我只好好去做，有机会去做，这个是使命啊，这个是应该要做的啊，也不伤害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如果对自己清净平等觉有伤害，就不能做。那就是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你还能帮助别人啊？所以这个条件是我们能帮助别人的时候，条件就是不伤害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啊，那就要应该做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次在这个中国，我们就已经开始实验，去年十一月开始，到今年五月刚好半年，有很好的效果。啊，我们用一个小区，啊，小镇，乡下一个小镇，做一个试验点。啊，我们在那里培养30个老师，啊，让30个老师呢，去教这个镇里面的居民，啊，这个镇总共有48000人住在那个地方，48000人。每一个人都要受《弟子规》的教育，啊，这是从这开始，啊，儒家的教育，儒家的根，啊，没有《弟子规》，儒就没有了，啊，然后道教的根，《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根，啊，没有《感应篇》，道教就没有，啊，再就是佛家的根，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佛的根就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救的，要抓的，儒释道的根，儒释道的根就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不是叫你背的，不是叫你念的，也不是叫你讲的，是叫你做到，100%的做到。那你儒释道的根扎进去了，以后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哪一部经典，没有不成就的。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根呢，你就是用苦功用300年都没用出。啊，你们有根是死的，啊，花瓶里面的花，啊，是很漂亮，几天就谢掉了，就枯了，所以要有根。今天我们做的是救根的工作，啊，所以我自己的本分，讲《华严经》，啊，所以明天我回到香港，后天就开始恢复讲《华严经》。啊，每一个宗教都能够啊，好好的讲他的经典，好好的依教修行，哪有不成就的？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啊，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问题就是看你怎么个教法。我们在那里教了这个半年的时候，有很好的成就，啊，在中国很多省的。这个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啊，他们对这个省的教育厅长啊，主管教育的官员去看过很多学校，大概现在有100-200个学校的校长跟他们老师都去参观，参观之后还有人带了很多参考资料准备送给我们的，结果看了之后啊，那个资料都收回去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没有用，你那个套好啊，他说只要一部《弟子规》就能救中国，就能救世界。他说我们回去之后，全校都推行，所以现在这个影响越来越好。啊，那么在这个印尼、马来西亚也有同学到那边去参观，啊，我们这个丹斯里李金友代表这个马哈蒂长老啊去看，看了之后非常欢喜。他太太听课都流眼泪，啊，都受感动，啊，所以这是，啊，那么慢慢的他推向到国际，啊，让从事与和平工作的这些知识人士恢复信心，啊，用教学的方法可以化解冲突，真正化解冲突，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啊，去年我在美国访问呢，我也把这些事情当面给这个布什总统谈到，啊，他也能接受，啊，
所以我离开之后，听说他在白宫里面有好几次谈到说美国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啊，所以这是会有好的效果，会有好的信心啊，所以一定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一定是把儒释道的根抓住啊，我们才能够救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在佛法讲的时候，度化众生的就是帮助别人，自行化他，自利利他啊。我今天的说话就到此地，祝福同学们啊，我们认真努力啊，为正法，为苦难众生尽一份责任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啊，法缘殊胜，谢谢。